这个容蜡灯呢，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款式，但是我觉得效果也很好。我们的卖场也可以选购。那它的外罩，如果说你把它全开的时候呢，它的温度是比较高一点，所以如果家里有小朋友，就可能要特别小心这个外罩的使用。还有我们这个蜡液在溶解的时候，可能有时候它会呈现液体状，那如果有小孩子的话，可能要特别告诉他，就是不要去碰触它。